獨立區頂，得我並重啲。捱到六分鐘，終於頂唔順，引上退下火線，由梁家恆入替。雙方終於喺22分鐘打破換局，由 Aaron Neff 力隊長麥高阿魯偉越過張智勇後，繼續殺入禁區，彈到射遠處。梁興傑接到個波之後甩手，但白白睇住個波碌入網。飛馬曾經喺主場爆冷輸俾富力，佢哋當然唔希望重蹈覆轍啦。呢、這個時候有艾華挺身而出，接應利馬左路傳中，43分鐘近門射入，為主隊攀平1-1，八分更易失。客隊下半場初段控球較多，5分鐘就有麥高派到位接應加推到角位施射，今次梁興傑冇得拖撲出。有主場之力嘅香港飛馬，去到63分鐘就反超前啦。口鼻一低嘅梁家恆左路窄角度起腳，將比數改寫成2-1。之後繼續係呢位澳門足球先生嘅表演時間。73分鐘，方柏倫左路口角定位，左路傳中俾佢門前一射，成功帶領香港飛馬提升到3-1。落後緊嘅客隊力挽狂瀾，換入基奧雲尼加強前線壓力。直至88分鐘，終於由後備上陣嘅楊子毅協助球隊追至2-3。完場前最嚇死寶寶係伊達射罰球天王，佢大腳勁射，可惜仲未彈出，無球主隊全取3分，暫時喺聯賽取得2連勝。